是版本第一泰坦，这个没毛病。但是问题的点是在于，它是个九倍版，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三倍泰坦确实强？可是谁有三倍泰坦命啊？你想想看，这里要出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图腾，你出这个两倍打这个，你不一定找到图腾。没有找到大爷，发挥失误。为什么这么放？从现在开始防狂战，因为这种猎人可能会带狂战的，这个是场攻最高的。你们这帮人逼我用快攻，哼！一起推翻旧日的主宰。我是愤怒收割者。姐啊，一费四杠九，姐啊，弟弟，逼我用快攻。哦哦哦哦哦，大爷活着。来呀，硬币扔了，没有狂战了，五费你再打个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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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弟弟。我真是不想用图腾萨，开玩笑，我不想活成那个我最讨厌的样子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拜拜，弟弟，简单吧。范加德可以把牧师吊起来打，嘲讽 OK。 嗯，有过牌，可以考虑出过牌，但是我来了这个，我可以考虑图腾加这个，这个如果能活着的话，这两个牌好厉害的。弱者的气息，那万一我来个回血图腾你就炸了。呜、哦、刀简直 nice。 来个回血 nice。 OK。 想想看，战士的话这个可以考虑留，因为我有两个图腾，这个就不留了。打战士这东西没啥用，倒没事。你似乎带来了客人，一样的位置。这来得很好。不是，因为这东西结场用的，打战士都没怪，我拿来干嘛呀？我开它不是浪费节奏吗？放松，我们和能有用了。都结束吧。这里一定要解它，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解它，防剑刃风暴。你现在这样的话不吃剑刃风暴，如果你不解它，它撞你一下剑刃风暴，你这个五就没了，就那个六五五，就五杠五就没了。
没过到试训。Oh no！ 这不是我的作品。嗯，对面肯定不可能叫乱斗的，这个是肯定的。零杠三，我想一下。没有找到大爷，这东西其实很一般，没啥用，但可以配合这个铺场。不过我有这个可以配合铺场，哎，看吧，就铺死他了。这一波你还不叫乱斗，对面应该没有乱斗。下回合要给压力了，因为正常情况下，对面应该会有那个什么，奥丁。这是我能打出去最多的伤害了，怎么就小绿伏笔了？这里出两个小绿代表了我的决心，这四我只能送两个，因为这个会长，实在没有办法。别笑，对面很认真在劫场，笑什么？因为你让对面打出了奥丁，就是你打任何职业，你打战士就想明白，你要压战士，不让对面打出奥丁。这个战士只要打不了奥丁，真的就是个废物。这个就跟德鲁伊打这个战士是一样的道理，你打奥丁，然后让哎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出个一杠一 ，nice。这个一杠一真是厉害了，完美卡了对面亵渎。下回合抽个啥？断食师。我要摆出我的决心，就给小绿卖了。这里这个鱼一定要出的，因为下游河也能打嗜血啊。当然他这里如果两费打三打这个，然后就一二三四亵渎了，那你没办法，他有这两张牌。没有，居然没有打死，我不能接受。哪一口？感受到太阳的恩赐了吗？结束吧。就是太简单，这个我们讲道理啊。我想先把这个出了，让他每回合加点生命值。
这东西我告诉你很恶心，很难解的。因为我出这个术士的两费，如果有打三就能给他解了，这个解不掉。你看，真的，这是打术士啊，打别的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术士两费是不是来个打三，是不是解不掉，对不对？大眼 ，Oh my god， 我没有大眼了，我不能接受啊！你不尊重我最悲图腾，闻所未闻，亲。闻所未闻，你慢慢诅咒吧，开心就好。哼，抽一口，我每次看到就是抽一口就觉得好热。来把刀，我在想要不要出这个，食人鱼是可以出的，这样它会差一个启动的一。你觉得它会有五三六吗？我觉得我不妨对面有五三六。就是有五三六加两个，如果第二个六费打四是解不掉的，五三六你出什么他都能解掉。你好久没来了吗？哼，谢谢。这么客气，自己人赔了。那么我想想看，他这个猎人的奥秘会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扎我，我觉得过了。一个应该是用满费出怪，你这个是可以出的，这是个四血，但是这上去四血的话有一四，反正你就考虑到亵渎的情况，对面可能交个一费消灭把这个解了，你不会给他一个什么好亵渎的东西的，反正这种东西我是不出的，摆烂了。摆烂了呗，相信导演的下场。这话说的，我确实看不起火蛇。想想看，一费二费，这个手牌可以考虑全留。火蛇两费主要是个零杠二，真的有点弱。如果火蛇是一个零杠三，这个火蛇我也会带。火蛇现在是个零杠二，太好解了！天哪，什么弱者的气息？一杠一不行。可以啊，不亏。五，这来得好。没时间来抢第一，说明你忙，忙是一件好事，你知道吗？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厉害啊，找这张牌，李大爷。恶心的法师，
是愤怒收割者，相信我留下这道烟阴吗？Nice， 图腾萨我感觉就是我本来看不起他的，我打下来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图腾萨莫名的很强，没确实以前没看得上，但玩下来胜率真的挺高的。史学，这局是你赢了，就这么简单 ，so easy。哎，你是不是暗恋我？我说每一句话你都要这么记得，有点恐怖了。你别暗恋我，我们不合适。我认真的，我直接给你这个希望给扼杀了，你不要抱有希望，不可能。哎，你别出这一杠一啊，哥们儿，这不是离亵渎又近了一步吗？讲道理，我这把刀应该砍不出来一杠一吧。OK， 有点慌的。真是有点慌的，我跟你讲，他出个一杠一就一二了。想想啊，可是如果我出这个一的话，会吃亵渎。没整明白为啥我要负责了，没东西尬了来杠这个，天哪，我不会说的，不要吧，他要亵渎了， Oh my god， 哎呀，早知道我不开了。这里有这个这么打是赚的，他六费如果打打四的诅咒，我武功还能再提炼。这一句过牌，你武功跟他换了，太浪费节奏了，不行。看拿捏准不准？我不信你手里有什么五三六还能送掉，你有让你赢，我不信。你是来参观的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萨满打术士胜率真的高。